你找我就对了。我指定的设计师真的很厉害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，不然到时候变太美了，你自己都认不出来。真的那么夸张吗？嗯。您请。这边坐。王嘉玲，你今天好漂亮。谢谢。哎，不是说不要找太贵的餐厅吗？放心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只要开开心心的跟我吃饭就好。而且，你今天穿得好漂亮。菜我都点好了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你要点你喜欢的。我发现你喜欢的，我都喜欢。可以帮我上菜了。好。没想到我的人生居然也像公主一样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高欢迎。